在很多人眼里，八年级总背负着草莓族的代名词，其实还有一群人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去实现梦想的。自己本身就会就是沉浸在3C的一些世界，我自己蛮喜欢玩电脑，对，或是喜欢摸索这些3C的东西，就会去想要去了解，去更加琢磨，甚至我自己想要成立一个自己的品牌，对，所以就变说就才去踏入这个东西。那其实本身我自己又蛮喜欢挑战的，无意间就是有刚好有这个契机啦，所以就于是就成立了 JC 科技这个牌子。多元化的玄物店里有卖耳机、喇叭、键盘、手机壳、空拍机、手持吸尘器、气炸锅、孩童数位相机、车用空气清净机，这么丰富的商品也为大众的生活带来了许多的便利，在同一间店就可以买到所有生活上的需求。我们其实结合了像是蛮多大品牌，像是 Beats 耳机，像是 Marshall 耳机，像是一些小家电，都蛮知名的家电，我们都是有牌子的东西，对，所以我们让客人就是比较感到比较安心，就是你不用到处去可能看你要的东西，来我们这家店里面你就可以享有到所有商品的，因为我们都是有授权经销的，都是就是合法经营，有跟他们签约的，所以就变说客人来我们这边可以享受到一样的售后服务，对，那一样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产品。除了代理品牌以外，也有推出自有品牌的产品，属于八年级生的冲劲也展示出他们的活力，优质的服务团队以及创新的思考，再再证明了八年级生也是很有自己的想法的。主推产品的话，这个传输线的话，晶片是台湾专利的晶片，它是有一个头这样子，但是它这个晶片的话是可以结合，就是可以插在 iPhone， 可以插在你行动电源，比如说你出门行动电源如果没电很尴尬，你只有带 iPhone 线就没办法充行动电源，但是不会，因为有这条线之后你在外面就有插头，你就可以直接插上去充行动电源，对对对，那也可以插手机这样子，我自己本身觉得它蛮实用的。公司内部的设计属于年轻人的风格，不同于其他公司，开放式的空间让团队可以随时讨论、随时沟通。黄老板对于未来的规划不会局限在某一个区块，而是多元化的去尝试各种新事物。在行销部分的话，因为我们有经纪公司的部分，像自己的网红团队，对，所以就是我们会在今年下半年开始会比较着重在影片啊，在网络上面的行销这块，就相较于前面的比较不一样这样子。哦，其实是老板找我嘛，就他那时候就有跟我提到说，他想要做一个电商跟新媒体结合的东西，因为现在像很多电商都会开始就养自己的团队，他们会去找人代言嘛，然后或他是觉得说他可以自己培育自己的团队，然后这样让他做结合，自己推销自己的东西，做一个工作室尽情发挥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东西的，我觉得自由度蛮高的啊。然后打造的氛围也不错的。黄老板给予团队发挥的空间很大，让团队自由去发展。在这里可以看到黄老板与团队之间的和谐感，团队互相帮忙，扮演好自己的角色。去年的时候他有找我，那时候公司刚要开始正式起步了，那后来我们就从头开始，然后就慢慢做，慢慢做。然后磨合啊之类的，反正中间也有争执，也有冲突，其实事情很多啦。那后来就是一开始我们的通路只有局限在虾皮、雅虎、露天这几个。那后来我们觉得说，好像该是时候建立一下自己的品牌了，感觉先把品牌推起来，对以后的实体店面会有助力。后来也是架设自己的官方网站，让消费者知道，至少先认识我们是什么东西，我们是在干嘛的，我们做什么这样。现在你们看到这间店就是慢慢推起来的。年轻人不怕从头学起，不怕辛苦，为的是一个梦想的实践。黄老板也带领着团队继续前进，也永远为你的生活走在最前端。16年的线上各大通路，一直到我们现在台中工艺店开幕，那希望 JC 科技以后可以改变我们大家的生活。